都已经坏掉了。所以我知道自己做起来给你们吃啊、哦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蛋白质。那要让它复活很简单，我只要做好以后，我送去台中的检验所伽马射线，经过伽马射线以后就可以放一年，但它里面很多营养素怎么样，又破坏掉。所以我不愿意了，我宁愿给你吃比较好，我就用我的冷冻室把它冷冻起来，哦，啊，这是经过。